我是机械五六七，这是我开的理发店。我又有超高的理发水平。哼，五六七，就你那水平，还是回家种田吧。嗯，七大宝，怎么又是你？不要以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就不敢救你。七，这我你还打不赢我吗？打你还不是绰绰有余的，我是最强的暗影七哥五六七四爷。那又怎么样？现在也没有魔刀情刃，功力只三成而已，你是打不赢我的。哼，七大宝，我们来决斗吧，疾风高下，野风升起。 来吧，让我们像男人一样战斗吧！呀！啊不！嘿嘿，五六七，我早就说过你是打不赢我的。觉醒吧，黄金剪刀！什么？五六七，你竟然觉醒了？七大宝，想不到吧？这还得多亏你呢。那我在战斗中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，我这才觉醒了。走吧，我们去小鸡岛。 五六七，不难的，你觉醒后，我肯定打不赢你的。怎么，七大宝，你打了我不想跑？没门！觉醒机眼，魔刀仙刃，魔刀分裂。什么？五六七，你来真的？哼，怎么，你在害怕？你先这样，那我就陪你玩一玩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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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你竟然有枪！嘿嘿，没想到吧？这是为了对付你准备的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 你太卑鄙了！魔刀千刃，呀！哼，千刃归一！呵呵呵，这回你怎么打赢我？哼，五六七，怎么这枪？顺，邪魔，可恶，竟然让他跑掉！啊，我不服！魔刀千刃，千刃举言，呀！